地心世界，卫星论坛。所以后来去他们家看了以后，就这个图来看的话，第一个虎梯，第二个他们家前面的地砖啊，我比较少看到这个哈，前面那个电梯出来那个地砖整个是黑色的，看就看到这款的啊。再来，它旁边这边，这个门打开来，因为是独一层一户，打开来这个窗户对面刚好就有火星。屋脊的火星，那进到里面来，这个龙边有壁刀，再来呢，它的灶位后面刚好是冰箱，三十五点雷公很多的案例，那灶对冰箱也咳嗽，然后脊椎有问题，再来它的灶的后面，房子的后面刚好是建国高架桥过去，因为他们家只有四楼，高架桥都要后边个切过，哎呀，无盖，无啥盖。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是很麻烦啊。后来这边还有一个角，一个角，大楼里面有一个缺一个角进去。我原本想应该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再用手挂沾一下，不一个挡来看，所以还是建议他在壁刀的地方挂镜子。啊，这边的话地板我全部把它改成这个颜色啊，因为他只有自己一个人住，七十几岁。那一个带一个菲佣，菲佣国语听不懂，拢用币的，我就辛苦的。我老公叫伊去买来打，伊可能嘛袂晓，所以最后还是要我出门，我找一个同修一起，然后去特力屋买一买，把地板贴一贴，然后玻璃贴一贴。难得有机会，然后让我可以去做一点功德。好，这个。他的中宫后来发觉原来就是那个电风扇弄彩呀，好，我遇到很多的案例，中宫不是放按摩椅，然后按摩椅越按摩越累，不然就是放电风扇，好，这个我就建议他把它改掉。那地板我帮他贴了朱雀，我帮他挂镜子了，然后前面的玻璃我再去买那个雾面的贴起来，当然也不能全部没有通气，就是把它一边拨开来就好了。好，那至于说冰箱，因为储箱设计冰箱要采一道磨微啦，那我建议他冰箱跟灶中间用一个隔板隔起来。当然他也觉得很麻烦，因为实在太小了，后来只好用拉门，那是勉强可用。那再来的话，他房子里面我建议他放两桶水，湖边的电梯我们用龙边的水来放，好，所以。这个是他对面的屋脊，还有虎边如果看出去的话，虎边越来越高到前面去，这个形煞是非常强的。那旁边这一张的话是我后来把它用雾面的，我买的那个比较便宜，然后在贵八块啊，大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那这个是他龙边的电梯龙边的这边。刚好这个壁刀来，这个大楼的壁刀，因为是公家的来冲，那后面就是建国高架桥，这边也是这个挂镜子我们处理好了挂镜子，那这个是冰箱冰箱后来他用这个卷的拉门，只能这样了，然后只能这样，这是地板原本黑的，然后那我们把它弄了，又感觉亮很多。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塑胶地砖小小啊，伊甲我讲，
头无到半边，结果我买半边搭一半尔，啊，搁爱搁走去搁买，吼、哦，吹得很紧，他吹我吹得很紧呢。啊，这个就贴完以后感觉还蛮好的，蛮舒服的。啊、哦，这个门当然也比较深一点了哈、哦，不过就先建议他这样子。啊，他的命卦里面四年戌月亥日，如果以雷地狱，如果他跟我讲的没有错的话，跟我讲的没有错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讲对还讲错，有些人会有防卫的心呐、啊，尤其你刚认识没多久，他有时候会故意讲错。好、哦、啊，如果说是辛巳年的，那他的命照理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好、哦，所以从这里面有几个发现呢、啊？第一个的话，我们师父常讲，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而、啊、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我们的命卦只是三分之一，有时候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一切。我们居住的阳宅才是最重要。那在阳宅里面，我们发现。风水真经、安心真里面讲的屋前的白虎和朱雀洞的话，对我们来伤，这是真理，一定是不好的，那就要避开。啊，再来门前的化粪池，因为伤心伤肺，这个也是真理。啊，第三个真理，壁刀来伤，伤哪里？左边还是脚？左边脚一定有问题。然后呢，最后玄武，玄武如果再动，啊，脊椎一定有问题。好、哦，这个里面发现了几个真理。啊，最后呢？我们唯有色空不二来修行，色界的看得到的，我们透过易经风水来处理。那空界思维想法，只有透过修行、反省、忏悔、诵经。啊，当然了、啊，有机会亲近我们讲的善知识、亲近师父这些大德，然后努力的去奉行，才有办法把我们的问题真正的解决啦。哦，当然佛经里面他有讲，我们要得道成道不太容易，你要坚信善知识，而且追着不放，而且他非常精进，你才能得到达到那个智慧的彼岸，哦，达到真正的我们讲的这一个，我们刚才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真正的境界。所以修行的过程中是一关过一关。那师父也常常开示，我们要去看善财童子这五十三参。那、啊、里面每一个餐、都是一个考验。我也相信我们考了23年了、再下来还可以考到53年。哦，那每一个同修、都要坚定的信心，那才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一些精髓啦。那结论，凡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因果，我们只有认真去把问题症结点找到，我们才有办法解决。不然想的啊，我放下放下，一碰到事情就真正聊了去，不会放。好、哦，第一个因果，啊，第二个风水阳宅，第三宗教是最后的心灵的启迪，才能真正达到清净的这一个清净观的一个境界。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己亥千秋，佛寺吉祥，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继续。好，谢谢圆明法师啊，他的啊布施啊，财施、法施、无畏施，自己买东西来做财施啊，哦，他用法去法施，然后自己又去帮他做，所以是无畏施，所以他已经做了布施的三功德哦。那我们再一次给他鼓掌一下，哦，那最后我们来请最后我们最压轴圆刚法师来跟各位啊分享，大家鼓掌欢迎。啊，我们师父阿弥陀佛，还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及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哎，今天我要发表的论文题目。唯心五官论文的发表哈，就是以我服务的实证来跟各位来分享啊。因为一篇的论文一定会经过起承转合，会有摘要啊。我也是本着这个法要在做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先来进入我们的摘要啊。首先摘要
我这篇论文哈是按照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宗主上品下缘禅师师父所开示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易经风水圣法如何从学艺的角度来探讨法界观的天人智慧及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之资讯弘法及人文观之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已达到顺心到心安的境界，以学艺妙法为中心，探讨如何以生活妙法来解决在人一生中生活中诸多的困扰及苦厄，最终得以进入心灵上的安心的境界。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要心安一定要安心啊，哈啊，所以这篇论文的正道啊，我们是以达到心安的境界来写实证的。啊，要进入实证以前，就先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起源。啊，因为要写这篇论文，我经过了主人哈啊，跟他商谈，说我要将你的这个实证来分享给我们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啊，也经过的照相，也答经过的他的答应，所以已经给他纳入这篇的文章的重要性。他的起源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实证的图腾以前，先讲这篇的起源的故事啦哈。在102年的夏天，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位师姐非常的慈悲，就打电话给我，圆刚法师，你一定要帮我完成报恩这件事。我就说我帮你完成报恩哈，他就说因为我进入了我们宗门，跟师父的学习的一件心法风水地理身法，学到的龙普边的重要性，他说一定要帮我协助这位他的恩人呐、好啊，打了好几通电话，我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法，要我们这位主人来拜老祖师尊来请益来占卜，我们才能够如何的进入状况来协助啊，一直没有来。经过了103年的初好、就年初又在打电话，那已经很晚了，我睡觉将近快一点，他说我放心不下，你一定要来帮助我，我说好吧，那就请他来。结果隔了2天就到土城道场来，这对夫妻就来请法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起源呢？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论命无命可论一切因缘果报，论相无相可论一切相由心生，论运无运可论一切行功跟立德。就是因为他行功的立德，就度了我们这位师姐在大陆的时候成立公司啊，他的生意很不好的时候，拜托这对夫妻来协助，结下了这个人生的最大启程的善缘。好，那来的时候呢，就经过了占卜，那诚心的请我们要去替他服务，所以我就想到师父开示老祖师尊在世的救度真言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有缘就要度他，有德就要帮助他，顺其自然，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不可勉强。所以啊，应了这个要求，由此这个因缘踏上了这个结缘了将近到今年完成足足5年的时间。首先一结缘的时候，第二天就到了他家啊，那是下午的时间，带我从他家去，是从侧门。我想说那么豪华的别墅怎么会从侧门进入啊，结果一进去一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师姐所担心的所表白的给我听的是门一开是一尊很大尊的，就像我那么福泰的一尊阿弥陀佛啊，那个弥勒佛的铜像，就比我还胖还高，就在门口的正前面一步之差是珍珠塞的口啊。我就问这个主人说为什么会有这尊铜像放在你家的门口，他说这是地理师跟我讲的，
要有这样饭，我家的钱财会更旺。但是依他的形体来说，这个住家的前面是一口天然的 大池水，永远蓄水的水池。所以当他的工厂在后面的时候，是生意好到不得了，非常的好。但是呢，这弟弟是建议他买了这尊大佛，就供奉在他家的门口正前面。然后他原本是龙门的，非常顺的，给他该开为府门，变斜斜的门，顺水出去的，所以造成的家庭的巨变，女子的个性完全变了，好，家庭不和谐，然后男主人心脏病，好，就心气喘，然后小孩子呢也比较会哭哭少，女主人也脊椎痛。我们就依照的这个卦象就来跟他分享，你可能要把这个佛菩萨哈来请走，当着他的面来占卦，请走的吉凶如何，然后把府门改回龙门，收龙水的吉凶如何，事要旺，还有子孙此事财也旺了，那就照这个择日给他改回来。改回来以后呢，就得到了他的法意，他就再度跟我们讲，隔了一年多，老师，我有一栋大别墅，你可能要来帮我。我说好吧，那就看时间。结果引导这位师姐，她就是因为看了这栋别墅才来拜托我们，一定要用老祖的法来救她。禅机山为当我们一起看的时候，这栋别墅是请一个建筑师，因为要有美学的关系，他没有地理风水学的观念套进去，完全以美学的来做的作品。他的大别墅光庭院将近有100-200平，然后龙门是开对的，但是他湖边盖了花架，他要种蔓藤的花架，下面呢做一个石桌，有流水，假山流水，能够在那边烤肉，在那边乘凉。那第一个条件先天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要用老祖师尊的法，师父所传的，先基本的外局，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改了，因为你如果不答应姐姐，我没有法帮你改哈，师父也没有传，因为府线转，又高又动，要怎么改？家庭一定不平安。那结果呢？他就说：好，老师，你说如果要敲，我就敲掉。但是他说那400万呢，我光做好400万要敲掉怎么办？我说要平安，我们师父传授虎鞭不能动，不能高，兵七组奴七组以下犯上，回头客有血光之灾，更何况你房子在中间，他又用喷水，如果又做花架一直高起来，那又回头客，那以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执着说我要用我们学的法，在你的内局的设计帮你改善，但是里面改善，我们讲说师父开示，门前金处细拗，门以外我们是不可抗拒外来的力量。那改了里面，外面没改怎么办？以后哇，我们会把漏臭的追究剃掉。所以跟他讲，你这边如果没有改，会有什么情形的发生？我们再占卦，结果是不行的，好，都破了，四爻也破，那贵人也没有，财也没有，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好，我决定就拆掉了。所以拆掉以后，就一栋大别墅，依照老祖的法，完全的跟他改变过来。两个案子得到法益以后，他说：老师，我有一间工厂。以前是在旧家的后面很赚钱，现在搬到新的工厂以后已经没有订单了，然后我的员工请不进来，上下都不合群，合群。那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案例，就是现在来看，大家有所看到，这就是当初一结缘的我们去看的，它就是工厂的湖边建了一个水池，各位有没有看到？那水池上面有瀑布，假山是火星形，上面已经榕树溪水长得很高了，都快要跟工厂高。但是瀑布的水呢是往外流的，旁边又建了一个土地公，所以水池的旁边有土地公。那经过我们占卦以后说，
哇，这那么重要的案例，我一定要去请示我们的师父。所以在104年、104年的时候的博士班，我就请示的师父说，我碰到的一个难题，哇，旁边有一个假山那么高，然后又有一个土地公在里面，那占卦的时候，官鬼爻是破，还两三个动法又官鬼，那怎么办呢？师父就跟我开示，用我们的法啦，那个湖边哈，那水池要敲掉，办公室要建到湖边来，在龙边变成回头客，那土地公哈，刮猪郎假猪郎啦，那师父就浅显的跟我开示啊，我就意会到，那干脆再占卦。请的主人带的主人跟那个土地公讲解以后，连续三个圣杯以后来建造新的大楼，特别设计一间佛堂给土地公好来做啊，也是三个圣杯，那就开始了进入了这个改善的旅程哈。那我们就也是占卦，因为它的地理的环境一定要设计一个龙柱。所以呢，我们就依照时间来让它修造，动土，把那个原有的水池，给它，拆掉。土地公也暂时请到办公室来做，等新建大楼好了再来安坐。那他说我的锦鲤一条20-30万，我有将近20条，要送去斗啊，要变杀生呢，就灵机一变哈。干脆占卦到我们风水学院去可不可以？结果妄想，至少没有我服务人害人家把鱼安尼抬死掉，要去拿到河床去放生了哈。结果现在很有福气，他在我们八卦圣城的天心妙莲池里面，将近有20条的锦鲤都在那边悠游自在，在那边修行听经闻法，好，这是很好的。那过了，我们就依照法仪跟他择日修造动工，也是有修造动工的启坛的文书啊。最后又碰到他要求说，我要做一个水池，要有一支电线杆呐，哈，表示有龙啦，因为他陆续已经接法开始看师父的节目哦，龙要有力啦。那就经过这样的想法来做初稿。也是经过师父在维新博士班来指导我，这只龙柱啊要怎么做呢？好，我们看师姐在往回有一个改善后有一条这个龙柱，那师父就指导我，它的厂房多高，我们龙柱就要多高，然后要多宽，然后开始设计，设计上面为乾，下面为坤啊，然后他们公司的 logo。我就给它设计在上面，然后这个珠到底要黄珠、红珠还是铜的？最后占卦结果还是用不锈钢的，最后才知道哦，龙土珠闪闪发亮，只要有太阳照的时候，那个光芒哈是四射的。那依照这个龙柱已经来做好了以后呢，一建好。然后办公大楼开始在建的时候，他的订单就陆续进来了，陆续进来，然后员工开始很合群，开始努力的生产，好啊，订单也一个接一个。到前些日子，我说我需要一个实力的案子来在论坛发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好啊，给你照相。所以这只龙柱是我们师父的最好的作品，送给我。我能够普利众生去广结这么好的善缘，所以很多人走到那边，钱为天哦，好像无形中的标志哈，哇，我就很有荣誉感哦，师父和我口，老祖和我口，终于可以把这只龙柱哈画好，标杆立上去，所以现在很多厂商去看到这个龙柱哦，就会说。哇，这不知道哪里做的呢，吼，我们公司也很想要来做这支挑啦，吼，所以他说这是智慧财产权在微信中啦，你要去清化了就得到啦，吼，这就是我们微信圣教的宝贵，吼，也是无上圣身微妙法，所以我们同学啊都有缘，对不对？好，那我们改善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龙回头
啊，很多学员说，到底龙回头是什么呢？好，我们看到这间，好，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办公室改好了，坐在这边，然后前面的就形成龙回头了哈。那土地公，也是在里面安坐起来，因为这个作品刚完成，啊，主人也要求说，我有没有这个服务员呐、啊？以后请师傅来给我坐坐，看这几条，唔知你坐坐对还坐错、啊？我说我们师傅博士班证实过的，无唔对啦。啊，就由未来的我们这对这董事长董娘的修行啊，有这个善缘，我们师傅在啊去也可以去户外教学一下了哈。啊